冷血心痛，第一段有两个字唱错，好，然后声音太大，然后你声音想大声，哦，导致整个声音是有较破，你声音请较大声，鼻音较大声吼，这样听起来会比较不舒服，吼、哦。啊，你迄个尾音吼，尾音拢无音到到尾哦，拢收得太快，尾音可以再拉长一点点，吼、哦，啊，无你感觉想要上紧。